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回学校来了。今天北京好热哦，十一之后回学校这边查的特别严，还要搞什么健康宝之类的东西。大家看我今天穿的，我现在要跟朋友去吃饭了。你要说话吗？横着竖着。横着啊，视频 vlog 肯定是横着的。我现在在下去，去我们一楼大厅找朋友的路上。今天晚上好冷哦。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box 也好看，但这个轻一点，我觉得。快乐的喝牛油果，感觉好久没有喝过乐乐茶。你怎么走呀？现在在这里打车，但是怎么都打不到。前面有200人在排队。他选了8个车型。8个车型都没有，但是都没有人接单，好凄凉哦。梦回去，我还不会骑车。他还不会骑车，没有办法骑车回去。觉得我们楼道尽头这个窗口特别好看。刚相机没电了，本来拿去充了电，就先拿手机拍一下。我们寝室现在一共是4个人，就4人间，然后有2个同学都在外面实习，不在这边，就我和一个妹子，她去图书馆自习了。用眼霜来给眼睛消一下肿。这个是 Poler 的极地眼霜，法国一个牌子，这个牌子在国外还蛮有名的。还有一个这种金属的按摩头，我喜欢拿眼霜这个按摩头来按摩眼睛周围，睡醒了可以有效的消肿，冰冰凉凉。我挤出来是一个有点鬼畜的微笑表情，可可爱爱，像悲伤蛙。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那种粘稠的眼霜质地，会把眼睛糊住，喜欢这种清爽的乳液的感觉。这次回来就带了这一个眼霜，这种小小的棒状一支就方便携带，然后熬夜对黑眼圈也有改善效果。它主打的两个成分是西伯利亚人参，可以滋润眼部肌肤，然后四生态就是去浮肿的，可以改善肌肤的微循环。这个牌子可能在国内比较冷门，但是国外像丝芙兰啊、布茨这种药妆店都有。然后它的理念也是欧美那边比较推崇的，就是天然成分，不含酒精、防腐剂、矿物油这些。现在距离约好的时间还有10分钟，我已经到了门口。我今天中午在食堂吃了最喜欢吃的麻辣香锅，点的菜也都是我自己最爱吃的。拔完牙之后好像有那么3-4天都基本上只能吃流食，好紧张啊。我现在坐在这里已经开始紧张了，不是我渲染恐怖气氛，但我现在坐在这里真的觉得太可怕了。我拔完牙了，现在在回学校的路上。Hello， 各位，现在是拔牙的第二天。我今天醒来之后发现牙已经完全不疼了，昨天晚上麻药过了之后就是一抽一抽的疼，当时还是挺难受的。然后牙医跟我说，你最好不要吃止痛药，
等到你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再吃，所以我昨天也没有吃，但今天醒来之后就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疼痛感。我回寝室啦，吃完午饭之后也没有痛，我就配着漱口水还有新买的软毛牙刷小心翼翼地避开牙槽，我刷了个牙。等水凉了之后，我要把这个每天的消炎药还有一个止血的东西吃了。今天是拔完牙的第三天了，感觉伤口那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点肿胀，然后我现在在外面一个人躺在酒店的床上看电影。我每次自己住都会订这家店。今天晚上好想去吃椰子鸡，回来这边之后就一直心心念念想吃，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吃。先去洗个澡，然后出门吃晚饭。看这个紫色瓶子的卸妆水，我今天最喜欢的颜色。它这个眼唇卸是水油分离的质地，上层是日本的原装进口油，然后下层是法国温泉水。现在国货用料还挺讲究的。先把左眼早晨贴的这个双眼皮贴摘了，我有时候眼睛睡不好，左眼就会肿。摇一摇，这耳木桃的卸起来不会辣眼睛。看来今天卸一下，睫毛膏和眼影都在上面了。好了，卸干净了，真的很温和，用它卸妆从来都不会掉睫毛。是挺顺利的。刚刚在外面吃了午饭，因为现在感觉食堂很多东西都很硬，所以也不太想咀嚼，就去肯德基吃了土豆泥。今天的面试是秋招的第二场，然后当场他就跟我说过了，还是很开心的。学校好多人哦，应该是要上课了。今天感觉牙还是有一点点肿。当场跟我说过了，我们组四个人就我学校最差。走吧。你在跟谁聊天？这两个当事人说话。为什么你现在要拍我 vlog？ 那我万一和视频里形象不一样，那很尴尬。很好看，你们还很好看。好了，我对不起你。我被渣男冲昏了头脑。我被渣男冲昏了头脑。没有关系，我就这么一个大度的人，我们吃吧。